啥意思啊你们俩？你知道今天来干嘛吗？我今天来，其实我是不想让小雨还有倩倩，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一句，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小雨？哎呦，当一个女生笑着问自己的男友说你喜欢我还是别人的时候，这个笑容里面有多大的干涩，笑得挺可怜的。我虽然平时比较没心没肺的，但是我喜欢一个人也是在很认真很用心的在喜欢一个人，所以我就想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你。我是先跟小雨认识的，然后每次我约小雨一起出来吃饭，小雨都带着倩倩。有一次吃饭，我们刚点完菜，小雨就说他有事先走了。其实我挺生气的那次，因为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我也喜欢他，他干嘛要这么做呢？那天晚上我就问倩倩，他是不是喜欢我？然后他说他喜欢我，我说那咱们俩就在一块儿吧。不，你怎么问得出口呢？你又不喜欢人家，干嘛问别人喜欢自己干什么呢？我确实是想知道一下，我如果我跟你好，小雨他会不会做什么表现？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我觉得拿一个女生的感情这样去戏弄，实在太过分了。关键还是他的好朋友吗？对呀、啊。而且你拿一女孩当备胎已经够可恨了，更可恨的是拿这女孩当试纸。我觉得年轻人就这样游戏感情吗？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很残酷吗？其实他不仅仅是试纸，因为他也说了他也很好，他想享受其人之福啊。所以我要说，天下的父母真要好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有情有义，做人要负点责任，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话说的虽然重，但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重。今天要是不把这事儿给说重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做的这个事儿到底有多难看。我相信他也许也不是有意的，只是我当时我太主动了，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我理解你这样说话，因为你还爱着他，但你也要分清是非嘛。接下来你自个儿跟他说，好吗？来来来来来来，你站这儿来，你站这儿来。你站那儿去，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啊。接下来是伯贤的告白时间。
天咱们要做的就是把一切虚伪和沉默打破，把实话说出来，结果呢该怎样就怎样，做得了朋友就做，做不了朋友就各奔东西，但是记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可以吧？可以。可以做到吧？不要再憋着了啊，越憋越出大事儿。来，杨宇站那儿，郭贤站这儿。今天要告白的是倩倩，倩倩站中间。记住我说的话啊，坦诚相待。接下来是倩倩的告白时间。小雨，其实真的让我能够有勇气站在这儿的还是因为你，因为我觉得你会把之前的感情你都隐藏起来，你是因为顾及我的感受，所以我总觉得我也有错，明明是你先认识他的，然后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你那时候有不开心，有难过，有你的情绪可能不对，我就每天就傻乎乎的回来，还跟你说我今天去哪儿约会了，我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那时候特别蠢。其实你有什么你真的可以跟我说，你也知道我这人平常出门在外常年别人不说清楚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也不明白别人的言下之意。倩倩，其实是我不好。你跟我说你喜欢他的时候，我是打心里希望你们俩在一起。我只是不知道，就是会变成这样子，我就对不起倩倩。我知道，我真的我都知道，我也相信你。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俩就住在一起。
一起好吗？多的勇气，所以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晚了，但是小雨，我真的非常在乎你，咱们俩在一块儿吧，做我的女朋友好吗？做我女朋友吧。签上了、签得安心吗？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我错了，我今天来也是想诚心的向倩倩道歉的。你们以后怎么面对倩倩？我觉得倩倩应该也不会太在意吧。那是你的理想化，倩倩不会太在意。一开始是你把自己最心爱的谦让给了别人，最后碰那个没心没肺的就欣然接受了不属于自己的爱情，但今天你们俩联合起来要把它要回去，人家还笑着离开，你还说他应该不会太介意吧。即使现在你们手牵在一起了，但是你们俩面临的问题还太多太多，不光是倩倩，